相信刚才的那一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们，勾起了我们深深的思乡之情。别忘了我们海外学子在远离家乡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着多为我们的父母着想，时常的去联系联系他们，不要让他们牵挂担忧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换一个心情了。诗经中呢有这么一句，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玉雪霏霏，让我们仿佛看到新鲜江南女子在湖畔的思念，柔弱如骨，似清风徐来。没错，采薇舞呢，作为拥有翘袖折腰的汉唐古典舞，它充分运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舞蹈元素，同时呢，根据现代人的审美特质进行改编，充分展示出古代韵味的同时呢，又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带领大家梦回汉唐，欣赏由 SJU 的美女们带来的采薇舞。掌声有请。Thank you.
才带来的精彩的舞蹈。你刚才看到这些美女们翩翩起舞，什么样的感觉？那必须感觉好，颜值这么高，说什么都对，做什么都行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你就要好好看下面的节目了，因为下面的节目啊，据说是集结了 Drexel 和 Temple 的颜值担当。哇，高颜值从古代瞬间穿越回现代，观众朋友们，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吗？接下来有请两校同学为大家联合带来 biu biu biu， 欢迎，掌声有请。
我们的四校春晚正在举办呢，也给我们送来了一段视频祝福，下面请看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lina 任嘉轩，祝费城四校春晚圆满成功，祝费城的同学新年快乐，猴年大吉。电视剧是什么吗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太子妃升职记了。没错，那你知道拥有全世界女人都羡慕的高颜值的模特都在哪儿吗？当然是 Victoria's Secret。所以说接下来的两个节目和高颜值和好身材都有关系。聪明，那么下面的这个节目呢，是由 Jenzel 的同学们带来的 Fashion Show，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躲内下，把古典与现代这两种美结合到一起的。掌声有请。Yeah.
画风格。下面这段舞蹈，我只想说六个字：空灵，空灵，空灵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单人写社团为我们带来舞蹈《追寻》。掌声有请。
乐器的传承可谓是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。二胡、古筝、笛子，再加上小提琴的中西合璧，可谓是中西音乐合璧精粹。是的，古调新编想必大家并不陌生，但是新歌古弹呢？今天来自 SGU 的四位同学就将共同演奏一首现代歌曲《全域天下》，重新描绘出那狼烟四起、征战八方的宏伟壮观之图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 SGU 的尹月、陈浩洋等为我们表演《全域天下》。
感谢以上同学带来的精彩的民乐演出。哎，你知道教练哥今年是什么年吗？呆子，今年是猴年呢。哎，对，那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年猴年春晚要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的惊喜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 ，iWatch。No。双飞机票。不对。那我还真不知道。那我们一起来看打屏幕吧。二三。全体的学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六小龄童。猴年即将到来，我现在在纽约，衷心的祝愿大家猴年吉祥，万事如意，学业有成，给大家拜年了。谢谢六小龄童前辈的祝福，但是呢，光口头上的祝福是不是有点不够啊？对不对，大家？的确是。咱们再来点什么呢？对，我们今天春晚节目组也准备了最重的大礼，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抽奖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又到了拼手速的环节了，现在还是要提醒大家拿出手中的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，然后关注费城四校春晚的公众号，一定要记得发送四校春晚。没错，那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呢，只需要发送四校春晚，同时最关键的第三轮抽奖，您需要发送幸运数字三才能够进行抽奖。那我们第三轮的奖品非常的丰厚，一共有五份，它们分别是上海元代金券60刀两张 ，Ochaco 代金券200刀一张，以及亚洲旅游。亚洲旅游提供的美国国内机票任意地点双人飞，好羡慕！哇，这个太适合明天的这个主题了，任意地点，对吧？对，你非要从费城飞到纽瓦克也可以。啊，对，对。所以说呢，我呢已经跟后台另外的几个主持人商量好了，你拍这个，我自己你怎么不提醒一下我呢？你真是。那你不抽我当然心里大一点，你看其实很多观众走了我一点都不伤心，为什么？因为少了竞争对手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了。准备开始了吗？大家拿好手机，这个环节很简单啊，到时候呢你手机打开啊，会有很多张美元，每一张就是一美刀，你只需要轻轻的刮那么一下就刮走了一刀，咱们就比谁在一定的时间内刮的这个美金数量越多，谁就能够赢得最终大礼，好不好？好。准备，咱们开始。哇，好紧张啊！哎，不是你这样，哎，咱们一块这样，你的金。哎，对对，你去我回。哎，我不信你可以比过你一个人。我这太猛了，你。哎，我出这儿的手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对哎，我真觉得本来这个环节应该男生比较优势，但其实并不是，因为女生爱刷朋友圈。感觉我的天，阿波罗暂时赢216次领先，其次是100，哦，冰火龙239次了。224次的西西在紧追不舍，252次的毛什么西？同时呢，我们也将有请亚洲旅游的代表齐心女士，以及 Drexel 训练主席雷云浩代表 Ochaco 来颁发我们的奖品。有请。我们的中奖观众呢？哎，不去要不就咱俩呗。哎，开字你不来，这个双飞机票我领了。阿波罗呢？
你是阿波罗，可能你们俩是挺像的。好的，还有两位幸运观众，你是哪个？阿 Sir， 好的，阿 Sir 这边。还有最后一位，如果您不来，那奖品我就收走了。那他还真不来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先保留他获奖的这个名额。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亚洲旅游的齐心女士，为我们的 Cancer 和珍珍颁奖。这是 Cancer。我没人过，这歌手不把我推荐。好的，那么有请我们 Drag Soul 学员主席雷云浩代表 Ochado 为我们的。我看一下我们的三号阿波罗颁奖。你是真人啊，谢谢啊，你是真人。好的，这个好，剩下的两位呢有奖，但是我们今天颁发奖品的代表没来，我们后台结算好吗？感谢你活伴是吗？啊，伙伴不行，不光伙伴，他们请我们是伙伴。感谢你们的参与，也感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你们。同时，谢谢我们，也谢谢我们的亚洲旅游代表齐心女士，以及我们的 Jackson 学员主席雷云浩，谢谢您。接下来这个节目啊，没有，真的，大家看了绝对不会后悔，因为我在排练的时候啊，已经看了多次了。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震撼，对吧？那必须的。其实呢，很多朋友因为没有抽到最终大奖呢，有点沮丧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能够，因为我们还有个最后的这个节目。为什么放到最后呢？因为它很好看，咱们等到现在都值了啊。他们呢是一个群体，但并非来自一个乐队，有中国的，有美国的。他们欢聚在一起呢，都是因为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热爱音乐。请欣赏由专色同学和他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慢摇滚，有请 C-Rex， 有请他们。
特别好。那边。朋友们，2016年费城四校春节联欢晚会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难忘今宵，难忘这团圆的时刻。难忘今宵，难忘这喜庆的日子。在欢声笑语中，我们又迎来新的一年。让我们在歌声中相约，相约明年的除夕之夜。让我们在歌声中再度出发，在新的一年中收获新的耕耘。让我们在歌声中祝福，祝福每一位朋友猴年大吉。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明年再见。谢谢你们，请所有演员上台谢幕。所有演员上台谢幕。请所有演员上台。请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上台谢幕。谢谢。